If I'm beef, I'm wagyu.假设我有个问题，如果你嘴巴上有菜叶，你希望你的对方就是说话的人告诉你你有菜叶，还是告诉你，还是 pretend nothing happened？ 我是 Chelsea 张，我在渥太华长大，然后在北京上了七年的书。Chateau Latour, the Pomerol, 1995. 95? Yeah, perfect. Good choice. Okay. I'll be right back. Thanks. And with a straw, I'll have a straw with my mom. For your wine. Yeah, sir. Okay.我算是半个 CBC 半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你知道我为什么用吸管吗？就用小牙齿。对对对对，太聪明了。 Hey there、my name is Florence、你们可以叫我 Flows， 他们都叫 Flows。 我今年27岁，我住在温哥华，我是一个独立设计师，现在正在发展我自己的第一个品牌，就是 Activewear。 I name myself Really。我在幼稚园的时候，我看了一本书，然后里面有那、里面有一只兔子叫 Coco， 我说我要这个名字，这是兔子， okay. 我要这个兔子。嗨，大家好，我是 Coco Paris， 我今年19岁，我的目标是自己靠自己的力量，自己努力，然后达成我成为一个歌手的这个目标。我会自己去学习，然后自己去。争取可能参加各种的 audition， 但是我不会让我的家人帮忙，就是我的就是一个rule。就很多时候就男生会这样，比如说女生有东西沾到，然后他就会，哎，有东西，哦，他说你这个脸，哇，这里有东西，好搞笑啊。Hello， 我是 Joy， 那我今年是21岁。然后我现在是在就读大学，然后是 fashion marketing。 我本人呢是很希望当一个 model。 谢谢。就我用吸管吗？你们不怕牙吗？我也想用。你们不怕牙齿变化吗？被你一说就怕了。对，你其实就咬这一下，然后它还是会经过你的舌头，然后 everything is fine。 But you get drunk easier. That's the point. 他说，但是喝的时候可以把舌头这样子卷起来，就会味道比较好，而且不会沾到牙齿。是吗？我眼中的现代当代女性应该是怎样的？我觉得她首先应该是非常自信的，而且非常独立。她应该就是说在自己身上，we're not limiting ourselves to you know like other people's standards。And we look amazing while doing it. 长颈鹿的舌头特别长，它脖子长，舌头也长。你怎么知道？因为长颈鹿的舌头长，对啊，对啊。我们怎么会聊到长颈鹿？又跑题了。第三，我们可以确信的就是每次跑题都是 Chelsea。Fashion is the industry that I gravitated towards. How do you like this material? First, is it like?Is it like hard or soft? Like 服装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经历，一个人的 status 和一个人的品味。然后是一个 statement without words. 你可以从一个人穿着看到一个人的故事。那你的很可爱耶，你的样子。哦。Yeah. 名字也很可爱。Yeah. 我也幼稚。你很幼稚 ，Really？ 20岁没去过一次夜店，没出去自己吃过饭，然后不知道怎么点菜的话，我真的是 no comment。Coco 年龄小，然后或许跟我们的想法会不一样，可能毕竟他被他爸妈，他被他父母和家人保护得非常的好，所以可能并没有在外面。见过很多的世面，他们有的时候可能有些 女孩子讲的是这样讲，可是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那个我完全没有办法就是理解，所以我就是想要用我的 offer 跟他们说，哦，就是我就是一个就是比较单纯的一个女生。I have no comment. What about gossiping? Like everybody does it.
Every single person I know gossip. 她很漂亮，大概有一米七几，然后她脚至少有十二码，超大一只脚，你知道吗？超神奇的一个景象。Just some people do it behind your back, you don't even know about it, and we have the guts to do it on camera, so I think it's fun. Air, high five. Air, okay. Oh, 好有动感，这样一下。可能大家真的会觉得我这个人比较闷。但是其实我没有啊，就是很酷的一个人。我一开始以为他不开心，然后结果我就问他了一句，我说你不开心吗？然后他就说没有。然后后来我发现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话少，但我觉得他挺真实的。Yeah, her expression. Hold on, one second.We actually want to try like all the different appetizers you have. Wonderful. Do you think you can make maybe an appetizer like platter? We'd like to do like a raw version. Yeah, yeah, like a platter, make it pretty. So quiet. Joy, can you pass me another oyster, please? Okay. 再给我一个好吗？好的，没问题。可以帮我加一点那个芥末就好了。芥末好在你那边，谢谢。什么？这不可以？那你去帮我拿。好，够了，谢谢。Chelsea, can you give me some of that vinegar on this? 用所有人伺候你呗。我跟这帮女人待在一起，我脑子就容易放空，想不到事情。天气这么热，我们去干嘛呢？然后我打电话找我那个在 River Rock 那边有一个朋友，他给我们安排了一个酒店的房间，然后我们就去那个总统套房里面开 party。Welcome back, Michelle. This is your presidential suite. Great, thank you. River Rock 那边的那个总统套房，我觉得还很不错，因为他那边的装修比较新一些，我不喜欢那种酒店里面感觉很古老、很有历史的。那种感觉，我喜欢这种就是比较干净整洁现代一点的装修。 Any things I can help you? Sparkling water, champagne and lemon wedges. Okay,、yeah. will do. 大部分女生都没有玩过那个都没有玩过百家乐嘛，然后那两个女生她们会玩，然后就说那我们要不要去试一下手气，然后就下去玩了。欢迎你们来 River Rock、我要问你，你玩过百家了吗？有没有人？没有人？有，你呢？玩过。OK, 两个人。OK, 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红色的部分就是闲家，黄色的 地方就是庄家。可能是因为当时那么多美女在吧，总会是有点紧张的。白色的地方就是买他们的平手，闲家就赔八赔一，他们闲家赢就是庄家的牌跟闲家的点数是一样。对啊，他那个手都在抖，然后脸还是红着的。我这样子我们出老千他都不知道。一般庄家赢的概率比较大是什么？因为我学数学的、一般庄家赢的概率比较大，对不对？对，多一点。他们抽他们博牌的时候，庄家是比较有优势的。你们能抽到鬼吗？鬼算鬼？没有鬼，没有鬼，没有鬼。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因为他对面就可以看到那种巨乳嘛。这边就是对子，红色的地方就是闲家的对子，黄色的地方就是庄家的对子。B C D E F F Jenna 是 F。Joy 应该是 A B C D D 或者 E， 我不确定，我还没问 Joy。就还蛮 sexy 的，可是就看看就好。关于我的胸真假问题，这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我妈妈，因为我妈妈的肚子真的很凸凹，很凸凹。然后我妈的身材，我妈以前是模特，
所以他身材非常的好，所以我得到他优良的基因。帅哥，祝我好运。祝你好运。亲他一口。亲我一口。亲他一口。哇，只是 air kiss， 好小气，人家大美人在这。Florence 和那个 Ariana 一直在跟他那个 flirt， 你带他回家吧，你看这样子，给了那么多钱，他在这里才能帮我赚钱，他回家去有什么用呢？就说哦，我带你回家，哦，我给你2000块，你看人家小朋友不就紧张的要死吗？怕这些母老虎被他们吃掉。I'm just trying to keep everyone entertained. I lost? Yes. 走吧，我们走吧。啊，太没意思了。你们两个是故意输完的。啊，因为对故意的，好饿了，太饿了。我觉得这个游戏就加到9，一点数学的，就是脑子用不上，就祝你好运。大部分靠运气和经验，所以像我这种又没经验。昨天运气一般般，所以输钱就无聊了。饿啊，让他们死命赌吧，我们死命吃。你觉得 Coco 之前来过吗？他看起来好小哦。他刚刚门口有人有查他 ID 吗？他确定不是溜进来的吗？我觉得他以前应该还 underage 吧，现在可能刚刚。他没有来过，刚到。他没有来过。我觉得他爸帮他保护的挺好，所以我觉得。对，他肯定没有来过吧。我看你很喜欢喝这个 sparkling water。呀。就你啊。啊，我给你了。那么温柔，我是女汉子。哦、给你。我放根吸管，他放根吸管。我要喝 sparkling water， 他也喝 sparkling water， 然后又喝不下去。你不喝 sparkling 的吗？没有，很少。You never touch it？ I did, but.这个味道怪怪的。Her style is like cheap Chinese， 台湾夜市 night market style。她的包和她的2个手镯是 real or fake？ I have no comment。Keep her distance from me。Winning Wednesday， yay！ 我看最近 Coco 没有再带那个她之前的那个 The Boy 出来，是 The Boy 吗？For chips. 40k, never mind. That's not. You don't want this. I don't want this one. You don't even want to look. This one must not be for you. 如果你接受不了答案的话，那你为什么当初要去问呢？ I don't care what they're going to say to me. 就我还是过着我自己小公主的生活就好了。I'll put it on the floor. On the ground. You fucking 妈的，你的那个包打死我了。